旧历12月24日是俗称的送神令。洛港天后宫一套早就组织真侪志工来帮忙摒扫，除了甲妈祖清理换新衫以外，嘛将整个环境大摒扫。感谢妈祖过去的保庇，嘛希望未来继续保庇大家平安。历史上是洛港天后宫一套早就来真侪志工来甲新民做清理。今仔日是旧历12月24日，嘛是俗称的送神令。在了风俗当中，神明会伫即天登到天顶，因此真侪庙宇甲家庭拢会伫即天甲神明身躯顶的垃圾物件清清咧，换新的衫，整理了清清气气。今天的话是我们农历的12月24日，就是俗称的送神。天后宫这边的话，会来敬奉神明，将我们在安奉在天后宫里面呢，所有的信众的光明灯、文昌等等的那个，我们都会来做一个谢灯，让所有的安奉啊，一整年最后的一个仪式呢，圆圆满满，大家都非常的能平安。今天呢，我们动用所有天后宫的志工啊，除了来清我们那个整个庙里面的一个清洁之外呢，利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清洁的一个工作日，我们把我们神房里面所有的妈祖都能把它请出来，然后请我们的志工朋友们帮妈祖换上新衣服，让那妈祖呢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过一个新年。我刚听说每到上神的时候，都会来到很多志工，他们每年都会把所信用的妈祖做清洁，大家都说可以帮妈祖工作就是一种福气。新竹华新闻蔡良倩陆港采访报道。